方，仙佛合力破除了世间万千妖魔，只有贪颜、雷嗔、痴求三魔侥幸逃脱，隐匿人间，获众生为祸一方。从此，天界立下规矩，想要求仙问道者，必须先历经十世劫难，铲除三魔，才能得道成仙，升往天界。爷爷，你说这河里面会有河妖吗？你低头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什么也没看见呀。嗯，再看看。还是没有啊，只有我自己的倒影。这世上啊，哪有什么妖魔鬼怪，这水啊再深也有见底的时候，魔鬼不在水底，而在人的心底。这流沙河呀，七天一浊，水如流沙。爷爷你看，江心有船。咱要不快点走啊，当心真有妖怪来抓你。走吧。嗯。流沙河，大哥，那边有条空筏子，过河。是，下马。没人儿，怎么过河啦？大哥，大哥，走。小美人，别害怕，等会儿过了河，老子让你开心一下。哎，别怕呀，轻点。哎呦啊，大哥，看看，这趟咱们收成可不少啊。瞧你的出息，那划船呢？是，划船。啊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河里有金光。哎，真有啊！这边也有。你们谁下去把这金子捞上来？这金子归谁？大哥，嗯，要不我下去试试？好样的，下去！哎，大哥，河里有妖怪！
不通了。你是谁啊？昨天是你救了我吗？马贼何妖，我叫阿静，昨天谢谢你救了我。你不必谢我，我本打算把你放上岸就走的。你是这河上的摆渡人？嗯。那你一定见过河妖吧？昨天马贼们翻船，不会就是因为河妖吧？游船而已，哪来什么河妖？可是我听说，这流沙河水很神奇，每隔七日就会变得浑浊不堪。不是河妖，难道是你啊？你在这休息几日，过两天我送你回家。我可以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没有名字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你怎么没有啊？那多不方便。我本来就没有名字。好吧，不想说就算了。不过有的时候过着无名无姓的生活也挺好的。在这流沙河边，人们向我挥手，我便知道他们在唤我，要名字有什么用？无名，无名，我叫你无名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有侠客的感觉？嗯？你家在哪儿？过两天我送你回去。无名，你去过河对岸吗？没有。
河对岸的山谷里有一片桃林，我从小就是在那儿长大的。后来闹了饥荒，爹娘就带我离开了那里。再后来他们客死他乡，我也就再没有见过那片桃花了。别追了，你现在还杀不了他，倒不如留他一条性命，另作他用。下船了。错了，那边。哎呦喂，这回应该下船了。错了，那边。哎呦，哎，你到底去哪儿啊？这回到了，起来了。下船了。错了，又错了，在那边。我说你这酒鬼有完没完，赶紧下船下船。你才醉了呢，你醉了。什么乱七八糟。这红尘色相啊，会让你一辈子都醒不过来的。你可别忘了自己是谁。哪来的疯子？我就是我，我还能是谁？
尝尝我的手艺。怎么样？好吃。那当然，祖传的手艺。怎么样？今天还顺利吗？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累，要不等一会儿早些回去休息一下。没关系，我没事。嗯，你也在这住了好几日了，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明天我送你回去。你真的要送我走？嗯。为什么？这样的日子我不太习惯，可能我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太久。无名，你说话算话吗？算。你说过要送我回家，对吗？对。那我早就已经到了，能让我心安的地方才是家。这才几天，你就要送我走吗？你留在这儿才不会心安。这流沙河不是你想象的样子，这里的生活没那么好。你还是走吧。那你忍心看我一个弱女子再被马贼掳走吗？如果是这样子，你那天就不要救我，让我被河妖吃了算了。好，我不麻烦你了，我明天自己走。谢谢你这几天的收留。哎呀，当个神仙可真烦恼，还不如当条狗，也没那么多烦恼了。你说这话太矫情了，我在人间也有很多狐朋狗友要操心的，好吧？人间有狐朋狗友，可是仙佛无情啊。我这妹妹本来是瑶池中的一朵莲花，可她花期将近，如果这一世还不能得道成仙的话，就将元魂魄散，我得帮她度过这一劫。哟，看不出来你还挺仗义。又跟你兄弟聊天呢，气色不错啊。也就还行吧。我说笑天呢。我说阿静，你九世修行，若这一世还不能破除贪颜雷嗔痴穷三魔，得道成仙，到时候本体枯萎了，魂飞魄散，我可就帮不了你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你和那个呆船夫相处的怎么样了？他呀，整天一副臭脸，呆头呆脑的。你可不要被他表面的样子给欺骗了，那天晚上你也看到了，三魔之一的雷琛就隐在沙无名的身上，他本就是妖魔，每次发作的时候就跑到流沙河边滥杀无辜。你若不杀他，还有无数的求仙之人要杀他呢。看不出来他还是妖魔附身之人。你可别忘了，我这第三只眼是可以看穿别人的梦的。
安静。那这妖魔为什么要选择他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他的前世了。500年前，蟠桃盛会，卷帘大将因失手打碎了琉璃盏，玉帝震怒，将他打下凡间。每隔7日，就要受百箭穿心之苦。他不但没有悔悟，反而怨气更重。这让三魔之一的雷琛有机可趁，藏入他的体内。接下来，你只要继续利用他，帮你破除三魔，得道成仙。所以，我才安排了哮天犬，扮作马贼，跟你演出苦肉计，骗取他的信任。哼，是啊，幸亏回狗刨，不然真得淹死了。可惜我那帮狐朋狗友了。你的狐朋狗友那么多，也不差这几个呀。等我成了仙，绝对不亏待你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不是着急赶我走吗？我去让何妖吃了我，省得你看着心烦。跟着我干嘛？我进去收拾完行李马上就走。雨下这么大，先别走了。你说走就走，你说不走就不走，凭什么呀？别走了，好吗？好，我不走了。那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能带我去河对岸，再看一眼盛开的桃花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开心。香的酒味，哎，小哥，你这单的是什么美酒啊？怎么这么香？此乃桃花酿，桃花谷独一出的美酒，方圆十里无人不知。要不盛一碗，两位尝尝。你们这模样，也是专程前来拜访桃花仙子的吧？桃花仙子，前方不远处便是桃花谷，在那里啊，可以供你们稍作歇息。多谢小哥。走。哎，大哥，请问一下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看这桃花谷家家户户都挂满了桃花，是什么缘故？啊，
今天是8月18，桃花盛会。每逢此日，桃花仙子都会降临桃花谷。谷里的老少男女们都会在这向桃花仙子祈求满足自己的愿望。那这桃花仙子什么来历啊？这桃花仙子可厉害了，比观音菩萨还厉害。凡是祈求她的，没有一个不灵验。哦，多谢大哥。哎，慢走啊，卖肉了啊，新鲜的猪肉。这桃花谷里的集市好热闹，看你这呆头呆脑的，真没见过世面。这个点心是我从前最喜欢吃的，我要尝尝还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。老板，来两块点心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姑娘给您。哎，谢谢老板。哎，谢谢姑娘。啊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买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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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穷成这副德行，还敢来赌馆？下次哪条腿敢迈进来，就先打断你哪条腿！滚吧！没事了啊！我知道人间生死输赢，买大！你个疯子，滚！一抬头遇见你们俩，我们也算有缘分啊。哎呀，今天呢我还没开张呢，给你们小两口免费算上一卦啊。不用不用了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别走啊。哎呀，你这眼窝深陷，印堂发黑，这恐怕是夜不能寐，有噩梦缠身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有噩梦的？嘿，现在信我了，买我的金丹，来保你平安。无名，嗯，别信他，我看呀，他就是个江湖骗子罢了。我们走。哎，你们走吧，我可告诉你们俩，你们俩我看五行不正，有缘无分，不如趁早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无名。哎，你还想打我？怨从心头起，怒从胆边生，冲动嗔怒，那可是人间大害呀。啊，走，我们走。哎，馒头，热腾腾的馒头，拉面拉面啊，热腾腾的馒头嘞，来嘞，哎，客官，哎，哎，馒头。客官，您这个只够买一个馒头。阿弥陀佛，老衲给你的龙体开个光，保你生意兴隆。滚滚滚，臭和尚还贪得无厌了。罪过罪过，贪欲不可恕，贪欲不可恕。嘿嘿，这个臭和尚，哼！客官，里边请。嗯。贤儿，再来一壶好酒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啊。两位客官，请楼上坐吧。嗯。
美女，您看一下，这都是刚来的新品。老板，哪一款比较适合我呀？您看看这款红色的，非常适合您的肤色。老板，你觉得我美吗？美，你真的是太美了。真的吗？啊！这桃花谷的人都好奇怪啊。是啊，以前的桃花谷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也不知道这桃花仙子是何方神圣，这儿的人个个都要拜他。菜来喽。要不慢用啊。嗯。你们想要什么？大仙，我的愿望很简单，我想要钱，很多钱，我这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这太简单了。大仙，不要动，都是我的钱，都是我的钱，都是我的钱，都是我的，不行，不能留下，我不要动。是我的钱，我的。大仙，大仙，我有双腿，我有一双好腿。你站起来看看吧。大仙，请把我变得再美一点吧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阿静。
要什么？不想做回天上的神将吗？什么花儿？你是谁？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卷帘大将，你前世犯错，这一世还要误入迷途吗？我？卷帘大将？不错，就是你。相由心生，万法皆空。老衲来助你寻回本心。杀无明，你前世打碎琉璃盏，玉帝震怒，天界便要你永世平衡，百剑穿心之痛。如今只要你拿回日月坛，破除心魔，便可有机会重归仙班。我是天下第一。看来这一关他是已经帮你过了，接下来你只需要继续利用他，让他帮你铲除蚩尤。等他与蚩尤斗得两败俱伤时，
你再趁机杀了他。这样一来，铲除了三魔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身往仙班了。若是不杀他，必有后患。他是嗔恶之人，不值得你怜悯他。带他去望岩山，时时修息，在此一举。怎么了？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昨天在桃花谷迷了路，被桃花妖抓走了呀。那一天你彻夜未归，也是迷路了？你别再骗我，我想你的家一定也不在这桃花谷吧？你都知道了？是的，我知道。可惜我知道的太晚。无名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够了，不想再听你说这些。我本以为我陪你回来看一下故乡的桃花能让你开心，我真是太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想要看到的不是故乡的桃花，你想看我死？不是的，无名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要伤害你的，无名。别在我面前装可怜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带他去望岩山，时时修行，在此一举。不，我不想再这么做了。如果是这样成仙的话，和妖魔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？我说妹妹，你可不要入戏太深。
现在这个样子，人不笑什么都不想要了，神仙天将还是好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严姐再不服从我的位置，你深信你的女人也只是在利用你，没有谁会真正在意你。你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昨日见你晕倒在我家门口，就把你带回来了。多谢。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望岩山。这山的名字好奇怪。此山取名望岩，乃是告诫世人勿要偏听偏信，陷入我知。我听你一直在梦中惊恐地唤着一个姑娘的名字，她是你思念的心上人吗？有些时候，梦里想到的要比眼睛看到的更真实。如果你真的害怕失去他，就不要留下遗憾。您这抄的是什么？大乘佛法维摩诘经。这经书里都讲些什么？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，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。你梦中所喊的，便是这个净字吧？有一事想请问夫人。请讲。今日我出门，看这望岩山上除您之外已无人家，不知是何缘故。这里曾有恶鬼封山，百姓已纷纷殒命于此。山脚下除了我这老妇人，恐怕已无人敢在此居住了。是什么样的恶鬼？相传前朝武士与官家的小姐产生暧昧之情，约定在此山下私奔，结果私情被发现。开门，小姐被家人锁了起来。开门！没人比武士相爱。对不起。那后来，二人怎么样了？那一日，武士没有等来小姐，
却等来大批官兵的围困，吴氏寡不敌众，命丧山林。吴氏临死前误以为小姐放弃了他，辜负了他一片痴心，而阴魂不散。此后凡是经过这山的人都被这鬼武士杀了，没过几年那小姐也郁郁而终了。真是太可惜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些休息吧。老人家，姑娘，天这么黑了，你怎么独自一人在这荒山上啊？我在寻找我家夫君呢，早些时候就是在这儿走散的。那你那夫君生的什么模样啊？中等个子，书生模样，老人家可曾见过？好像是有这么个人。是吗？在哪儿？可否带我去？你随我来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多谢老人家。我带你去找他。老人家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要找的人呢？找找吧，看哪个是你要找的人。池球，显形吧，本姑娘今天就要收了你。你谁就该死，在这充满欺骗的城市里，每一个撒谎的人都该死。你不是想杀我吗？与其活在万箭穿心的痛苦中，还不如死在你手里。无名，你没事吧？无名，你醒醒啊！无名，你不要做傻事了，无名。今天不论是生是死都是我的命，你不要中了沉默的蛊惑，你醒醒啊。怎么样，看看你手中的兵器，再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，连这小小的武士都打不过了。想怎样？来吧，忘了那充满欺骗和不堪的尘世，让我帮你摆脱这人间的痛苦，找回真正的自己。只要我们合二为一，
无穷的力量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也只不过是要利用我。除了相信我，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自身难保，还想要保护他？这么快就不认得我了？你是那天算命的疯子？是也不是，世人贪婪好胜，痴情难断，哪一个又不是疯子呢？来世佛发慈悲，还请您救救他吧。阿弥陀佛，嗔念往生心魔，他受嗔魔不断的袭扰，吞噬着他的人性和神性。当嗔魔彻底吞噬沙无名的身躯时，他的人性和神性都将彻底泯灭，永远坠入魔道。现在是他最虚弱的时候，若不能驱除他体内的嗔魔，到时候沙无名神魔合二为一，三界必将大乱。大师，求求您救他一命。你们随我来佛窟，我用百万佛光破他心魔，能否度过此劫就看他修行造化了。沙无名被嗔魔附身，现在就是你动手的最好时机。可刚刚是他救了我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他已然魔化，你现在不杀他，那身世苦修可就毁于一旦了。我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要知道，要吃住你的今生可就快枯萎了。今天即便是要我死，我也要救他。
Thank you.
阿庆，阿庆，他这么爱你，却死在了你的手里。你不必白费力气了，你救不了他的。胡说！阿青不会死的，他本是瑶池中的一株莲花，可他花期将近，如果这一世还除去不了三魔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害死他的人是你。阿青，是我害了你。再也不会和你分开。对不起，我的笨猪已经枯萎，我好像没有办法再陪你走下去了。不会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个谎，爱不慌，爱不慌，我要把它慢慢养大，不再像我们的模样。杀无名。你已破除心魔，从今往后你要一心向佛，在此等待取经人，取经归来之时，便是你功德圆满之日。
河水如此清澈澄净，你就取名无尽吧。